Welcome to learn Chinese so easy. Please write your home address on the paper. In Chinese means 请在这张纸上写下你的家庭住址，请在这张纸上写下你的家庭住址。请在这张纸上写下你的家庭住址。请在这张纸上写下你的家庭住址，请 means please， 在这张纸上，在这张纸上 means on the paper， 写下 means write， 你的 means your， 家庭 means home。住址 means address， 请在这张纸上写下你的家庭住址。 Chinese 拼音 is 请七影请在自爱在这之恶这张之昂张纸上纸上诗昂上写下西也写西一啊下你的呢以你的的的家庭基一啊家庭特营庭住址之物住址址请在这张纸上写下你的家庭住址，住址，住址，地址，地址。In English means address， 住址，住址，地址。地址。